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5首《西居》，刘宗元著。车居刘宗元，既有为中作累，身处南米店，行一龙坡岭，我苏三林去，小兵欢乐处，大风向去时，来往不红颜，两个错天平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